有在拔毛吗？不会，我们加油。有在拔吗？不太会拔。啊，呼叫，已经呼救，叫帮忙了。北向，我北向家啦。快点，拔点毛起来看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刚才上一趴看到它拍翅膀，一直看远方，很雀跃的样子，我就知道那个新鸟回来了。这就是那个蔡金牌教的。哎呀，拔毛了，拔毛了，漂亮！哎呀，这只是什么？它不像鸽子，我觉得腹部不像鸽子，还在求救啊！而且现在青鸟的那个态度很明确，先把这一只养活，不是的，先把这一只教好，东抓老鼠一回来，先给它练，让它练习拔毛，然后看让它练习拔毛跟吃。不过目前来看还不会拔毛，连续带了两只都给它，不丢回巢穴，你看。就是太这次已经离巢了，反正就让他开始独立，让他学习怎么去拔毛，进入下的阶段。而巢穴里面的呢，昨天还有看到进去喂，耶，拔毛了，拔毛了，可以哦，有，你看，你现在那边有两只中鸟，回去看一下，看不看得出来？这说明是幼鸟的第一次拔毛。因为早上那只没有拔，早上那只藏起来以后，没有任何这种像这样羽毛还会稍微飘起来的感觉，对，或者羽毛飘的也不多。不过很明显，早上那只是没拔毛，还没拔毛，这说不定是幼鸟的第一次拔毛，真的。反正都把它想成第一次就好了。哇，每天都是第一次。刚才飞进来那一段，我忘记有没有去追了。不过很明显，因为我晓得他会来找雏鸟，我这样很快就去对雏鸟，因为看到的时候已经在山壁这边来不及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然后他出来以后，我才有追了一段。你看这一次拔毛就有点那个羽毛在飘了，有吧？有啊，对，不像刚刚那只都没动静了，对，已经学会拔毛了，厉害！这早上的时间，母鸟在拉弓，没空理你，我在整理那个翅膀。对，有在吃肉的感觉。配点菜，配点百合，还有蝴蝶。哦，
拍老鹰啊？有准，有准啊。嘿，有人在看这一艘船，你看，拔毛拔得多好，哇，厉害了，厉害厉害。这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的自己吃，自己拔毛自己吃，所以花的时间是会比较多，那就多录。回来了，回来，回来了！又给他了。又一只了，今天第三只了。哦，这只很清楚，要叼走其他的带回巢穴了。